欢迎大家今日嚟到我哋嘅主日崇拜，欢迎网上面嘅朋友。今日咧，我见到最大嘅转变咧，都系大家由热辣辣嘅夏天啦，已经转咗秋装啦。大家一褛啊，已经出动啦，长袖衫，我都唔例外。因为每逢每一年嘅呢个季节咧，除咗系突然间天气转变，令我谂起一个好大嘅芝加哥嘅好大嘅一个 event， 大家有冇？留意今日是什麼事呢？沒錯，大家很醒目，相信大家今天都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去找路回來教會的。首先非常多謝大家今天能夠出席這個主日崇拜啦，大家應該回來的都沒什麼問題了，交通上是吧？希望走的時候大家都要注意交通的情況，因為這個真的風非常多的路，所以完咗之後咧，嗱嗱聲翻屋企，唔好齋走。咁啊，講到十月開頭咧，就令我諗起馬拉松啦。咁亦都大家都相信咧，知道咧已經係過咗一個星期啦，十月。咁我哋咧網上邊嘅靈修這個文章咧，亦都 post 咗一個星期啦。咁大家都有留意啦，係講水啦。咁水喺我哋日常生活中咧，真係有非常之唔同嘅形態啦。水可以是我們喝的水，或者是你講緊水也可以是講緊，咦，是不是講緊錢啊，咁樣。咁啊，但是你們大家有沒有想過呢，在聖經裡面呢，其實水呢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在他們可能是以一個不同的形態出現，就好像是平靜如鏡啦，也都或者是驚濤駭浪。咁大家有沒有記得心裏面我一講驚濤駭浪的水會想起哪一個的聖經章節呢？有沒有人立刻有？好，那呢早兩天呢，我就看了靈修文章呢，就是呢講到這個出埃及記。那呢，如果你問我呢，水呢，我第一個想到的都是出埃及記。為什麼呢？最印象深刻的畫面呢，就是呢神呢怎樣將水一分為二，令所有的以色列民呢安全地走過，是不是？那幫他們拯救生命，所以呢神呢其實可以用水，可以藉著水來拯救生命，也都可以藉著水去到淹沒這個埃及的軍隊。聽完我這樣說，是不是大家很想繼續知道去發生什麼事呢？那就千萬不要錯過我們每一天一星期一至六在三大平台，我們網上面的靈修文章，咁就大家可以繼續追落去咯喎，呢啲故事。咁啊，講到頭先啊，我又講啊馬拉松啦，講翻馬拉松。咁你哋身邊有冇人今日啊係參加馬拉松噶？大家有冇啊？啊，好似都有一兩個舉手喎。咁我都知道咧，有一個城會嘅弟兄咧，今日咧都係參加馬拉松嘅。咁咧，我而家咧就大大咁祝福佢啊嚇。咁你就話，唉，其實馬拉松啊，其實就唔關我事啦，除咗封路令我麻煩之外，咁樣咁好，我唔講咁遠，講翻我哋身邊嘅事，講翻我哋屋企嘅事。咁我哋屋企嘅事係咩咧？咁大家就知道啦，應該上個禮拜我哋都有提啦，我哋將會有呢個家事大會啦。咁唔熟悉或者新嘅朋友咧，我或者講一講啦，家事大會我哋會做啲乜嘢嘅咧？就係會報告下我哋嘅行政啦、財政啦、事工方面嘅 update 啦，同埋有啲咩新嘅發展嘅。咁所以最緊要嘅係咩啊？有問答環節，所以大家有咩想知、有咩想問，千祈唔好錯過。我哋十月底就係我哋成會嘅大事，10月29日星期一。在這個禮堂我們就會有家事大會，大家有什麼問題記下它，記下它日子，到時候來問我們，那我們就會盡力去解答大家所有的問題，也都可以收到第一消息我們成會最新的動向和發展的。那麼講完家的事，不如我們將鏡頭一轉跳上網上好嗎？我們看看網上發生什麼事。那大家相信知道過去那兩個星期呢，Mark Sir 咧有呢一個上主嘅護理講道系列啦，咁咧出咗之後咧，
網上邊分別有三位網友有很大的迴響喎、哦。我哋見到熒光幕嗰度見到佢哋嘅留言啦，分別都係講啊，佢哋感受到神是我哋嘅避難所啦，啊係我哋嘅守護者，亦都係我哋嘅創造主，佢會為我哋安排很多很多嘅嘢。咁所以咧，都唔使用我哋擔心啦。咁相信咧，聽過呢個講道系列嘅人咧，都會有呢個同樣嘅感受啦。而未睇嘅你哋，記住翻去上我哋嘅城會網台，重温翻呢兩個呢一個嘅系列嘅講道咯。希望咧，大家咧都會有同樣嘅感受。咁講到呢一個講道嘅系列咧，相信咧大家都知道咧係啊，好受我哋嘅啊不。不論是很受我們的弟兄姊妹歡迎，在網上世界各地也都有很大的迴響，很多人因為我們的講道而得到祝福，得到這個受益的。如果大家在這一方面覺得是想對神有一個回應，對祂的愛，可以用金錢來支持我們的事工。方法我就不多說了，因為大家都已經知道了，分別網上和現場都會有的。咁喺我哋今日主日崇拜之後咧，我哋都會有呢一個歡樂組合嘅系列啦。咁就係呢個11:20，咁大家咧可以準時出席。咁我就唔講太多啦，我而家將時間咧交俾 Master。今日嘅中英文嘅講員咧都係 Master 嘅。弟兄姊妹早晨，今日 Marathon 啊，咁啊。